刚刚去锻炼跑步，路旁边的大树采了一些像头发丝一样的花朵，合成一束小花，像长毛狗的毛一样柔软，闻上去像茉莉花的花香或者兰花的花香，要靠近10厘米才能嗅觉到。雨树、雨豆树、一培树、安修草科目。大家好，我是托哈阿华，我现在在坎塔尔。我们现在上方这个树是豆科，这雨树呢，它白天呢，它是把叶子全部张开的，它夕阳下去以后呢，它所有的叶子呢就包合在一起。后来它早上呢，就是太阳日出的时候呢，它就张开。张开的时候呢，它里面的珠子、雨露就会顺着这个呢滴落在地下，所以人家走过去后呢，他就觉得是在下雨，所以叫做雨树。当整个场面更加尴尬，这个雨树是呈白色的花型，现在已经花期接近枯萎。在其他国家和地区，花是玫瑰红色。坎塔尔的雨树是这种红色，独特的。舍不舍得路断了吧？